可以把它先转过来，所以转过来就这样啊。基本上这个程式怎么写？很简单，就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向下追踪就好，因为这个我就不用去算了，605 OK，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怎么样？我一样哦，去找什么？找这个前刮弧的位置，跟找后刮弧的位置。所以哈，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把它。 如果我把刚刚的那个逻辑啊改写到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它的 a2向下追踪的这个最后一列，就回来就是这个就605哈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就找什么？找干脆我跟刚刚的逻辑一样，我就不加这个好了。其实这样也 OK 哈。那我就找什么呢？特别注意哦，刚刚是用 find， 可是这里的话 VBA 我们用 INSTR， 那把找到的位置，把这个位置怎么样？ 把它先存在 A 里面，哎 ，A 的话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变数哦。我先把找到的位置啊放这边，然后把后刮弧的位置放这边。那特别注意，我这边多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 A 不等于0，意思说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，它就不会是0。那表示是里面有这个东西，那我就做什么呢？把我要的这个中间的东西 meet 有没有？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A 加 A 跟刚刚一样，有没有？ 然后呢 ，b 减 a， 不过这边可能要再多减一 ，OK， 哎，我全新，好，这边减一 ，OK， 这样输出应该才 OK， 我试一下啊，这边把它清除掉，清空，然后输出，应该理论上的这个逻辑就刚刚函数逻辑一样 ，OK， 哎，对，一模一样，结果也 OK， 有没有？所以其实。 如果你第一阶段做完之后，我们再思考，哎，如果底下要把所有的东西也全部抓下来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在这个地方动一点手脚，就要把它改成 loop，OK 哈，就是把它改成 do while。那至于这个哦，是最困难度最高的，但没有办法，以后如果你们只会写 for 围圈的话，那你也只能确定是有固定范围的，而且你也知道要有几个，问题我就不知道有几个啊，工作里面。 他就是给你这么多个，那我要把里面所有的东西一个个都挑出来，那如果你这不会写的话，那变成说你还只能土法炼钢，要不然你就抓一个，其他怎么办？再慢慢补上去吗 ？OK 哈，而且工作里面这种资料非常的多了哈，如果会的话，那当然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，所以哈，第一个这个部分我想转换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，而且之前有讲过，那这个部分比较困难，也许啊你们先把这个完成。 好，然后再试试看，我等一下再讲这部分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OK。